月22日是王丽坤的生日，在拍戏的他没能和父母一起度过，怎么说都是有些遗憾的。不过剧组并没有忽视这个特殊的日子，所有成员一起为他举杯祝福。晚上，王丽坤便晒出了生日时的照片，并配文两个字，感恩。白天剧组们还拍了一张集体照，王丽坤戴着皇冠站在中间，被所有工作朋友围绕，桌子上还摆了一个穿着公主裙的蛋糕，跟王丽坤一样漂亮。第一排右数第三位戴帽子的小伙伴似乎还默默地擦起了眼泪，这是有多感动啊。不光是在外边而庆祝，王丽坤回到房间，居然还有这么多的鲜花和蛋糕等着自己。王丽坤宛然一笑，真是倾城又倾国。王丽坤还在生日群里应粉丝们的要求晒出了一张可爱的自拍。其实像王丽坤这种自带美颜效果的大美女，其实不需要美图就已经够漂亮的了。网友们在祝福的同时，更关心的却都是林更新在哪里。